干，就这样子被骗了50TD。为啥不先洗？你没看我一直尽力在洗吗？那就洗，没办法啊。我们这边两回合，分两回合干掉他。雨龙还没跳哎、欸，不要打死他，不要打死他，好。好。我会怕，我真的会怕。雨楼开下去，然后呢，我们就直接打。干，这么痒。为什么最强平砍是亚瑟？来人啊，解释给他听一下、啊。晚安，晚安，要睡的晚安。真的是很不够义气耶，不等我通关再睡。这个地方的话，因为我最近蛮少玩这一队的，所以我看一下哈，火转暗墙，木转光墙。那这个地方的话，关闭技能是有什么效果？有增伤是不是？会怕。哦，看来这边真的要都开才打得过去哦。儿子不睡，还在看直播啊？欸，这个到下一关不好打呢。下一关不好打，真的不好打。游戏内时间过12点了，过啦、啊，下午就过了。
打死他！打死他！打死他！哎，打死了！不先小组在关羽了，因为我开错啦，就这么简单。我想一下哈，我这边要怎么打？应该说王一，我只要开亚瑟。哎，雨楼关掉是什么效果啊？因为我本人是没有雨楼的，所以我不知道它关掉是有什么效果。王一的话应该是开这个吧？干，王一开雨楼直接破防了啦！哎，不行，王一开雨楼直接破防。王二开龙科，好，就这样，就这么决定。王一雨楼破不了，你们先等等，你们先不要急，你们先不要急，好不好？亚瑟有破防，问题是要转火啊。问题是这样子，你看，是不是有回血啊？消除幕府死，回复15000，减少所受伤害60%。靠腰啊！雨龙也被消除啦！干，谁叫我关？谁叫我什么顺序错的？应该要先关雨龙啊！关关难过，关关过，干有够中二。
啊。就这样打，开错技能还是过。所以那个雨油到底是要怎么开啊？我真的是搞不太清楚，因为我没有那张卡，蛮可惜的，那个时候没抽。干，这样也过。